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章的啦，第二章移民理论，移民理论。移民理论呢？你去年如果有考过，今年的理论又不一样了呢。就这么样子，因为有新的东西呀、啊。啊，原则上呢，有几个重点啦、啊，几个重要的理论要记一下啦，就这么样子。好，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一定要记住的。推拉理论啊，推拉理论。什么是推拉理论？我们这边需要人才，需要人才。啊，需要人才呢，我们这边的薪水比较高。啊，那一个比如说印尼的薪水比较低，或者印度的薪水比较低，他们的人多，啊，他们就到我们这边来，就这样子。他那边推啊，我们这边吸，叫做推拉理论啊，就这样子。好，反过来讲，大陆的工作机会很多啊，我们台湾的工作机会很少。我们台湾的年轻人现在都跑到大陆去工作，就变成我们这边推，那边吸，要有一个吸引人家来的目标。这边就往外面推，变成了我们这边所推出去的都是比较高水准的，我们所吸进来的比较低水准的，什么外劳啦，伤脑筋的，就这样子。所以呢，变成了这是就是一个议题了，人口移动啊，人口移动呢，这个东西就是好的往外推进来的来补的是低阶的啊，这个东西就国力就比较弱了一点齁、就这么样子啊。这题目就是要写怎么改善才是重点啊，你看这个问题，问题是要怎么改善齁、就这样啊。这个是后面移民政策的问题，现在讲的是移民理论齁、就这样子啊。我们看一下齁、好，我们看那先看那个移民的定义啦，什么叫做移民？好，什么叫做移民呢？先跟各位讲一下。当然啦，移民跟难民啊，跟非法移民这几个名称，大家能够搞清楚。一般讲移民，就是要有序，要安全，要合法，比如说我这边虽然是需要人才，因为你不用偷渡进来啊，你要根据我的移民法规，循着居留、永久居留、规划、定居，才能够拿到身份证啊。啊，一般讲移民呢，最少他能够走到永久居留，走到拿身份证，才叫移民啊。今天外劳他只有拿居留证而已，那我们就没有把他规范在移民这个区块。外劳呢，我们就把他归类在补充劳力这个区块。好啊，移民最少要能够拿到绿卡啦。绿卡呢，在我们这边叫做外侨永久居留证，就这么样子。那我们看移民的定义，移民定义呢，主为了找工作或是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的人，预计人口在空间上流动的现象，或从甲地迁移到较远的乙地定居的人。好啊，其他的内容大家就自己看了。好啊，我只讲重点，虽然考试的时候重点先写再去发挥，就这样子。好，
下面有划线的，划线的齁。联合国移民机构，联合国的移民机构呢叫做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的英文呢叫 IOM 齁。这个要写几个英文字在上面表示说诶你很认真啊齁，就这么样子。好。将移民定位为任何一个正在跨越或已经跨越了国际边界的人，或任何在一国之内离开其长居地的人，无论一处人的法律地位。二、迁徙是住院或非住院。三、迁徙出于什么原因，或是停留的时间长短。哦，就这么样子。好。啊，跟各位讲一下齁。光写这样子还不够啦齁。后面有一个联合国的全球移民契约。啊，全球移民契约呢就安全有序。你就照规定来啊，就该申请就是申请，不要去做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当然也有特色啊，像美国在拜登上台以后又要特色了啊，就这样子。好啊，这个不是正常的管道啊，安全就是要照人家的规定啊，就这么样子，很重要啦啊。啊，这个东西就要把它写进去，因为后面有题目。因为我现在是把菜先跟各位买好齁。啊，题目出来呢你就是厨师，要把这些菜炒成一盘菜，就是你写的答案啦齁，就这么样子。因为题目一定会有变化的，不会就照教材来出题目啦，明了讲就这样子。新的议题很多啦齁，就这样子。但是呢内容就是教材里面的东西齁，就这么样子。好。再来呢，第七页的移民的内涵，移民的内涵就是跟前面的移民，跟各位讲这两个我是把它拆开成两个主题，其实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的，就这样子。考移民，你移民的内涵也要把它写进去啊，就这样子。不是说哦，移民两个字就写前面那一段，这个没有写，那就分数就不会多哦。就这样把这个也写进去，因为是申论题啊，测验题一板一眼的，移民特考、移民政策哈、有测验题啊，那个测验题大部分也是考法规的啊，啊我们都考申论题，所以申论题记住要写多，而不是写少哦，就这么样子。好，移民。的内涵呢，第一点，移民包括移出及移入。明的讲跟各位讲一下齁，你有看入出国际移民的话齁，那里面的移民讲的是移出。只有一条一点点，其实那一点点就讲移民的辅导。跟各位讲一下，那个时候当年民国88年定的时候也出移出的辅导。只是他没有说移出，所以现在呢移民署呢把它拿来当令箭，说移入也是这一条啊，那啦齁，就这样子。好，移民讲移民，讲移出，讲移入，跟各位讲，以现在这个趋势，移入还比移出还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年8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在推移民出去的，台湾人口很多移出去的。现在呢跟各位讲一下少子化。像我们这老头子越来越多啊，小孩子越来越少。在教材里面有一个国发会的人力推估，到2028年我们的人口红利就会消失。什么是人口红利？15岁到64岁这一段期间，
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15岁到64岁这一段期间呢，年龄占所有的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叫做有人口红利，在三分之二以下就是人口红利消失。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结婚都不生小孩，所以我们的小孩越来越少，叫少子化。今年说又说，去年呢又说生育的人数创历年新低，就这么样子。所以的政策呢，就要吸引让这些外国来的留学生呢，毕业以后能够留下来。这个呢，留下来以后呢，那不是我们台湾人就没有工找找不到工作了吗？因为工作被这些外来的留学生占住了嘛，所以就有一个平点处，就这么样子。没关系啊，文老先生就讲到往后的教材里面都有这一些啦，就这么样子啊，多讲几遍，加深你的印象。最少你有看过录影带，考试的题目就把原来老师有这样讲，就把它写进去啊，省得你自己看教材看不到重点在哪里啊，就这么样子哈。那我们来把移民的内涵看一下，移民内涵跟前面的移民定义啊合在一起写。好，基本上是指一群人由原出生地永久迁移至另一个地区。若采较严谨的立场，其可界定为凡受到国内推力或国外吸力影响，依据移入国所注定的入出国及移民法制，跨过国境，经过居留、永久居留、规划、定居等和平、合法方式，寻求永久、长期在当地生活为目的的。二、移民的内涵基本上包括下列六项，前面是整个定义，下面是把上面那个定义拆开成六点来写，这样子呢，大家就比较好背了，就这样子。一、移民是基于自由意志，移居国外长久居住，终其一生。二、受本国、原生国、移出国、输出国、来源国都是一样，从台湾移出去，推力的影响，或他国移入国、接受国、输入国所吸纳，适用推拉理论。好，三、受到移入国、入出国及移民法制的规范与管理。四、这些经过居留、永久居留、规划、定居等移民过程。五、透过和平、合法方式为主，少数则透过非法途径。六、以长期永久居住他国为目的。好，举一个例子啦，早期呢，我们台湾没有社会福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要移民到美国去，因为美国呢，一亲戚找工作好找，再来呢，拿到绿卡以后就有社会福利了，就这么样子。好，但是呢，你要移民到美国去，就要根据美国的移民法规定啊，怎么样去申请啊？不像我们用我们的，我们的只是给你出去而已啊，你要不要政府要不要给你出去？越来越开放，以前还不行出去，现在你要出去就出去啊，就这么样子。迁徙自由，入出境就不要许可了，你除非有受禁止出国处分，不然通通你要走就走，要去多久多去多久，也没有说你多久一定要回来，没有啊，就这样子。好，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依据移入国的法令
不是移出国的法令，是那个国家的法令，特别要跟各位交代一下哦。好，这两个是一个题目结合在一起啊，原则上呢，这个也考这个也太简单了，就是以前第一次考试的时候都没有考古题的时候才在考的东西啦齁。以目前因为我们是正规班齁，正规班就什么资料都要有。到总复习的时候就像这种题目就不会再纳进去了啦齁，就这样子齁。再来讲难民或者是移民联合国的观点跟各位讲一下。我们警察特考那一个警察大学的这些老师包括移民特考也一样很喜欢出联合国的东西啦。问题出在我们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你要看报纸联合国不会谈台湾的事情，我们就报纸就不会登啦，就这么样子。当然啦、啊、网站上是有啦齁啊，但是呢网站上有你总是要晓得这个议题的时候再去查，你没有晓得这个议题你往打联合国要出来给你一堆很大的东西啊齁啊。啊明白讲，除了我们台湾的学者研究以外，联合国发布的新闻齁都是大陆在翻译，我们台湾根本就对这个没兴趣齁，就这么样子齁。啊，联合国的东西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齁，就这么样子齁。2015年8月27日联合国难民署营日内瓦表示，全球高达6000万的流离失所人数及媒体频繁报道船只横渡地中海的事件，难民和移民这两个词经常被提及而且还交替使用。好，这两个字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台湾切得很清楚，移民如果大家脑筋里面想的外配呢，他嫁给我们啊，就拿居留证啊，就规划啊，就拿出生证，合法有序的齁、哦、就这么样子。诶，这个难民就是他在当地国受迫害啊，受迫害呢他就逃掉了到我们这边要来接受庇护，要我们保护他，就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目前呢还没有难民法，所以呢难民的接纳没有这个居住、哦、就这样子啊。现在呢有的是印度 IC 那些无国籍人呢，他不是、哎、他在印度也没有受迫害，就是说他就拿乌国爱印度的 IC 来要不回去了，不回去了呢，他把旅行文件呢要藏起来，你移民署呢就是把他逮到以后也没有办法把他强制出境，那怎么办呢、啊、那收容最长100天啊，你总要还要换人啊，换人999，因为有一群人的时候他就会抗议了，纯情抗议要特赦，就这么样子一搞改朝换代选举完，他就要求你政府要特赦、哦、看移民法第16条第2、3、4项就是在解决特赦这些无国籍人啊，他不回去啊，他总是让他有一个合法的机会啊，齁、哦、就这么样子。我们台湾移民跟难民分得很清楚。跟各位讲，欧洲他们就移民跟难民合在一起，反正来的就是移民啊，齁、哦、就这样子。我政府呢要
帮助你，让他你融入这个社会啊。欧洲呢，收容移民难民最多的国家是德国啦。好，啊，欧洲呢，这个整个难民移民的情势呢，大部分从叙利亚往北，经过土耳其的，那是战争的难民，哦，战争的难民。好，有从北非，经过利比亚，经过地中海船，刚才说船船的那个，到意大利，这个叫做经济的难民，哦，经济的啊。以目前来讲，根据各国呢最不欢迎经济难民，因为你的国家那个经济落后，反正改善就好了，哦，啊，战争呢，因为它有急迫性，是人道的考量，哦，就这么样子。好，欧洲没有，这两个是同一个名称，我们台湾切得很清楚，哦，就这样子。好，难民和移民所代表的意义则截然不同，不正确使用会产生混乱并带来问题，影响到这两个群体。原因如下：难民是受暴力或迫害威胁而逃离的人，他们通常面临险恶且不人道的处境，迫使他们穿越边境至他国寻求庇护，成为国际法认定的难民，可从政府机构、联合国难民署及其他组织获得协助，被定为意为难民代表他们返回家乡并不安全，需要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若他们不受到庇护，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难民身份由国际法定义并受保护，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1967年难民地位议定书及其他如1969年非洲团结组织通过的非洲难民公约等法条，是奠定进入世界之难民保护法的基础所奉行的法律。原则呢，已渗透到无数国际性、地区性及国家之难民保护法令。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明确定义难民身份及政府机构应提供的基本人权保障，其中于国际法中确立的最重要原则之一是确保难民不会被驱逐出境或遣返到他们生命及受到威胁的地方。对难民提供的保护是多方面的，包括不被遣返他们不被遣返回他们所逃离的危险环境，公平且有效力的庇护申请程序，以寻求长远解决方法，期间提供人权保障，让他们有尊严及安全的生活。大部分的保护责任由各国政府提供，而联合国难民署和各政府紧密合作提供意见及资源。移民大部分是因寻找工作而改善生活而迁移，一些是因教育、家庭重聚等因素，而非受直接迫害或人身安全威胁。有别于难民无法安全回到家乡，移民可选择返回家乡并继续受到其政府保护。对各国政府而言，两者之间的区别最为重要。各国处理移民时使用注定的移民法令及程序，但处理难民及庇护时需同时遵循国家法律及国际法。各国对该国境内及边境寻求庇护的人均负有特定责任，而联合国难民署会协助各国政府履行保护寻求庇护人数及难民的职责。此议题常受到政治干预，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可导致严重的后果，威胁难民的安全和生命，分散大众对难民所需保护的关注，易削弱公众对
难民及庇护机构的租处，而难民处客需要的租处却更顺以往。全人类均应享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确保移民的人权得到尊重。与此同时，还需要为难民提供法律赋予的保障，在特殊困境中提供合适帮助。经水路大量涌入希腊、意大利，从非洲上来的，非洲上来的，及欧洲其他地区数的数难民或数移民。事实上，两者皆是。抵达意大利与希腊的绝大多数是来自孙宪战争又被视为产生难民的国家，他们是需要国际社会保护的难民。另有小部分来自其他国家，则被视为移民。因此，联合国难民署在提及处海上迁移或其他同时涉及两个群体的情况时，会使用难民及移民一词。东南亚海上迁移即为一例，当人们为躲避战后或不公平审判而穿越边境时，使用难民一词；而当人民因符合难民定义外之理由而迁移时，使用移民一词。好，好，小结跟各位讲一下，小结结论啊，这个有三题，考试的时候这个算是一题，通通要把它写进去，安呢才能够三 A 两 A 以上，哦，过你写啦，一共有八 A 啦，有八 A 哈，过你写，哦，就这么样子，好，哦，啊，这个呢，三个是缺一个三，出移民也好，题目出移民也好，出难民也好，这三个，当然啦，啊。出难民，你就难民写多一点，移民写后面，哦，就这样子。结论再把它引导，难民跟移民是相同的，哦，就这么样子，记住一下。考试呢，难民比较会考，移民应该不大会考了啦，哦，就这么样子。特别跟各位交代一下，哦，好。那这边第二页有一个黑签。以后碰到有这个黑签的呢，跟各位讲一下，是熟数的题目了哈，不会出这个题目。这个题目这些内容呢，是给你去补充，让你能够多写一点的。啊，因为这个是从报纸那边摘下来的哈，比较口语化，不是学者所写出来的，有时候都很难念了哈，就这么样子。所以呢，这个看一遍。啊，就记起来了。啊，将来呢，考试的时候，不，你要把它当引言也好，前言哈，你要把它当前言也好，把它当小节也好，哈，就不能答案不能光写这个，光写这个你分数会很少，这个是。增加分数的，而不是主题，特别的啊，以后呢碰到这个呢我就不练了啦，就这样，大家就自己看，就这样子让你能够应用一下，就这样子。好，那我们看第九页，第四题，何谓寻求庇护人士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无国籍人士，国家对难民的责任，请分别说明书。来，我们看前面去年的考试题目，哦，
这一题呢是前年升等考试的题目啦，就这么样子，没有在前面里面，来，这是考试题目啊，就这样子，它有难民啊，有难民，就这样子，所以呢，就跟各位讲，难民呢，考试的时候，难民比移民还会出啦，就这样，但是呢，考难民，你移民不能把它漏掉，就这么样子，来，我们看答案，答案呢，是我写的，题目是考试的考古题，就这样子。好 ,2015年8月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大量涌入非洲，有的国家张开双手欢迎他们，有的则筑起高高的城墙将他们挡在门外，外界也纠结该如何称呼这些人，到底他们是移民、难民还是寻求庇护者。越来越多人从中东逃往欧洲，寻求更美好的未来，不管他们是受战争所迫，或是想到国外赚更多钱，还是两者皆是，外界给他们的称呼决定国际社会怎么看这群人，有人称他们为移民，有人称他为难民来称呼他们，也有人说他们是一群寻求庇护的人，究竟该怎么称呼这些人才对呢？联合国难民署强调，大部分来到欧洲的人都是从受到战火摧残和压迫的国家，像是叙利亚、伊拉克、厄立垂亚逃出来的。这些呢，是前年就这样子，还没有到题目的重点了，第十位，如果称他们是经济移民，他们就有可能被遣返，在移入国的人们眼中观点也不佳，因为许多移入国的人会认为这群人是来抢工作还有社会福利资源的。不过如果这群人为难民，就意味着他们在国际法下受到基本的法律保护，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政治人物不喜欢称这群人为难民而要称他们为移民的原因。以下就题目分数寻求庇护人数、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无国籍人数、国家对难民的责任的定义，就如下，就这么样子。因为这是解释名词啊，解释名词，你要单刀直入的就把它写，什么是寻求庇护人数也可以，但是呢，有一个引言表示说，你对这一个题目呢，很有研究啦，那个改考试卷的题目，先看到你写的这个理论很正确，分数就高起来了。因为二十分随他打，他不要把你打零分就好了。所以呢，打零分要写理由，打25分呢不要写理由，太好，写得太好了，就这么样子。一、寻求庇护人数的定义。一、当人逃离自己国家到别国寻求庇护，他们有权提出庇护申请以确认难民身份以及获得法律保障和物资援助。一名寻求庇护者必须证明他或他有正当理由畏惧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但是2018年已有170万宗新增庇护申请。二、足以政治难民身份离开祖国到另一国的寻求庇护的人。不过联合国难民署的定义是自称自己是难民但还没有被明确评估的人。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下难民他要审查的。好，今天比如说因为我们没有难民法啦，有难民法，比如说啦，
那个加拿大，加拿大有难民法。好，今天呢，一个无国籍人，他到加拿大去，他说我是难民，这个时候是寻求庇护者，哈、哦，啊，难民呢，他就要出这个国，主要你说你是难民，他就要受理，啊，受理了以后就要给生活费，啊，就排审查，你要提供证据啊，说你是难民，做破坏的证据啊，哦，就这样啊，审查，审查通过以后，你才说正式的难民，哦，他再给你拘留钱，在还没审查以前叫做寻求庇护者，安尼啦，哈、哦，就这么样子，啊。是加拿大呢，因为我们台湾人，台湾的诈骗集团骗了很多钱，跑到加拿大去说他要申请难民庇护了，哦，就这么样子。台湾说台湾迫害他呢，他才跑来的，为什么这样子的？哈、哦，台湾现在根本就没有在破坏的，没有破坏的，就是你犯罪，你说他就要受制裁的，然后你什么说变成跑到加拿大去，哦，就这么样子，哈、哦。括号三，根据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有 40% 的欧洲人认为这些远渡重洋来的人是为了找工作， 26% 的欧洲人认为他们是为了社会福利而来，只有 18% 的欧洲人觉得他们是来寻求庇护的。好，大部分、哦、像我们台湾刚才讲拿印度 IC，IC 呢是旅行文件，它没有印度国籍。我们很多西藏藏族人士，包括从西藏翻越过喜马拉雅山到尼泊尔到印度的，或者是他的第二代，第二代呢孙子呢没有印度尼泊尔的国籍，因为他是国籍是中国大陆，但是他就不承认他没有中国大陆中共的护照啊，所以呢印度政府你要出去哦，要出去就发给他旅行文件出去啊、哦、到台湾来，那到台湾来呢那就不走了、哦、那就不走啊，说真的最主要台湾的赚钱机会比在印度尼泊尔还多啦，还多，也是要来找工作的啦，就这样子。当然啦、啊、我们给他身份证以后，第一代的难民，第一代的特赦案，拿到身份证以后呢，拿到台湾身份证以后，因为我们的护照到加拿大免签证嘛，就到加拿大去说他要申请难民庇护，他拿的是什么？拿是原来的印度 IC， 本来是藏起来，现在又拿出来了。他说他是拿印度 IC 啊，要申请政治庇护。一般呢，世界各国哈、哦，对于无国籍人哈、哦，申请政治庇护，他都优先处理哈、哦，就这么样子。好，因为加拿大一查。啊，你是拿中华民国护照进来的啊，嗯，你哪里有受迫害？哦，就这么样子，所以呢，变成了加拿大政府对我们还不大谅解，哦，啊，你这个东西，所以在第二次特赦的时候，哈、哦，就规定印度 IC 要缴回来，缴回来，哦，就这样子，哎，好，难民的定义。难民是因迫害、战争、暴力或是天灾而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人士，他们是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其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见解或以某特殊团体而遭到迫害，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不能或不愿回国，战争、种族、
部落和宗教之间的暴力斗争，往往都是导致难民逃离家园的主要原因。全球三分之二的难民都是来自五个国家：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缅甸和索马利亚。这几个国家都是战争啊，哦、战争。二、难民公约第一条对难民定义为：由于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第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处向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们以前经常居住国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也就是说，就是某人因为种族、宗教、政治立场等因素，若继续居住于自己的国家，可能因受到危害，不得不离开到其他国家，就属于国际法所称的难民。不过，定义中强调迁徙的事由，是因为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应是特别因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难民潮所注定的条约。1967年联合国所通过的难民议定书，在前年放宽了处项限制。好，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东西是有层次的啦，哈。难民地位公约哦，他讲的是受迫害，政治受迫害而已。在难民地位议定书放宽了，战争难民也进来了。好，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呢，它都是早期的。现在呢，地球暖化了，地球暖化呢，跟各位讲一下。有大自然的灾害来了，大自然的灾害怎么？南极跟北极的冰山都逐渐到融化了，逐渐在融化了，有些国家它就会被存到海底呢。啊，存到海底怎么办？人总是要逃难呢、啊，包括我们的那个邦交国，叫做海地啊，海地会被存下去。它、啊、存下去，海地呢，它离澳洲比较近，当然了、啊，离得我们这边比较远、啊、我们要帮助它，哎，鞭长莫及。澳洲呢比较近，他们就会到澳洲去，因为澳洲很多领土啊，领土很大、啊，吼、哦，就这么样子啊。啊，这个呢叫做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呢，在联合国的议定书里面没有谈到。下面我们那一个行政院版的难民法是有谈到这个区块，因为时代的背景嘛，哈，就这么样子。阿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的难民法有草案而已，还没定，还没三读通过啦，又退回来了啦，又退回行政院了，现在还在行政院，哦，就这样子。好，但是呢，总是有这个东西啊。那、啊、我们就要读一下齁、哦、就这么样子。好。